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说一款这个黄牌的口琴，就这个金属琴壳的 silver tone， 它是采用的这个铜，纯铜做的琴壳，所以它的共鸣是非常非常的充分，就是这个琴共振起来非常非常强烈，然后声音又就比较亮丽，比较华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琴做超吹是比较容易的，